くん、待った？大家好，我是班白。今天的话是《租借女友》里面水原千鹤的仿妆，这一次呢有出门约会的造型，也有在大学里面遇到时那种土妹妹的造型。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土啊，现实里面我觉得也是个美女。就头上这个发卡有点重回零几年的感觉，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个呢？各位喜欢的话，别忘了一键三连支持往下看下去哦。我们先来给脸做一个护肤。最近化妆之前呢，我的护肤品换成了这个谷雨的美白修复面霜，里面的膏状是这样的，所以防晒固然重要，但是我的以美白为主的护肤品呢也会跟上进度。看了一下成分表呢，这个美白奶罐是添加了光草甘定加维E和维C，这些成分呢都能起到很好的美白效果。特别是这个光草甘定，它是一个很有效但是很温和的一个美白成分。成分作用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，说是除了美白还有祛斑的功能，算是我这种雀斑妹的救星了。它是那种奶霜质地，延展性非常的好，而且上脸也很容易会被吸收，即使是夏天用呢也不会觉得油腻。很多美白产品上脸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刺痛感，但这个整体肤感都会很温和，完全没有刺激感，所以我觉得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，每天早晚各涂抹一次，还能修复皮肤屏障受到的损伤。然后还是熟悉的妆前隔离，这个月大家都应该高考完了吧，其实我也和你们一样是应届高考生，不知道你们在高考的那一段时间就心情是怎么想的。我的心情呢其实蛮迷茫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到底会考得怎么样，不知道之后该怎么做。希望你们自己都能得到理想的分数，考上理想的大学。然后纸遮瑕，遮一下我的雀斑，大致遮一下就行了，反正最后定妆还要再遮。眼影呢，我们用完美日记的十二色动物眼影盘里面的锦鲤盘来上妆。这一套的颜色真的特别适合那种女孩子眼里桃花泛滥的那种感觉。这次上妆用到的呢是这几个颜色。接下来用这个霞光万道，在眼皮褶内前半段叠加，然后稍微往中部晕染一点点，然后再用这个如意云彩叠加在眼睛的后半段，然后往前面过渡，再用回步步莲花晕染一下眼周，后用这个高深鳞片轻轻的拍在眼中间，这个颜色是真的太好看了。然后下面也来一点点，哎呀沾多了，然后再用这个色水波顺竹色提亮一下眼头，眼影部分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眼线呢我们还是用莓果色的那种眼线笔，然后轻轻的在眼尾勾一勒，然后往前补充，然后加一点下睫毛，眉毛呢就顺着眉形画一个细细长长的眉就好了。再眯起眼睛画一条卧蚕，贴上双眼皮贴，两边眼睛的效果就完成了。修容呢还是老样子，再画上腮红，往这里打，往这里打的话看起来会就是让人感觉楚楚可怜一点，再遮一下脸上没有被遮掉的斑，
然后呢再用这个步步莲花过渡一下眼影和腮红，会看起来有眼泛桃花的感觉，鼻子上也可以来一点点，再涂上口红。好，妆面的话就这样完成了，然后呢我去戴假睫毛换衣服。有好多人不知道卸妆的重要性，今天呢正好趁着我这个妆面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卸妆干净补上皮肤。卸妆产品呢有很多种类型，像卸妆膏、卸妆水、卸妆油等等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不同的类型产品。我用的卸妆产品呢是凡希的小方瓶卸妆油，这个是我常用的，因为平常我说 cosplay 什么的呀都是大浓妆，需要卸得很干净才能保证皮肤之后不会再长痘，所以呢我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来卸妆。这一次呢我就卸一半脸给你们看一下小方瓶的卸妆力度。把我的假睫毛撕下来，手一定要干手干脸，就不能先接触水，直接两泵以打圈的方式按摩脸就好了。彩妆也能卸得很干净，眼睛也可以打圈，这边的雀斑已经完全露出来了，眉毛也没有了。接下来呢用水打湿手，就像这个样子，上面已经有乳化的现象了，然后再继续在这脸上按摩，可以看到它是完全的遇水乳化的。当你觉得按摩都差不多了之后呢，再去最后做一遍清洗，这样卸妆就完成了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其实卸的是真的蛮干净的，然后你再用纸擦的话是没有的，因为我卫生间的光线实在是不好，看不出效果，所以我就直接在这里给你们录了。所以小方瓶的卸妆力是很强的，没有什么刺激性，很温和，因为平常我就比较喜欢买温和一点的东西，这样对自己的脸也很有好处，不会给自己的脸造成太大的损害。如果你们不知道买什么类型好的话，就可以买小方瓶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哦。我是蛋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